秦始皇前二十五九前两百一十，姓嬴名政，秦庄襄王之子，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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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。即王位，三十九岁称帝，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，指上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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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大一统的帝国。废封建，行郡县，以集权中央，统一度量衡与文字，开辟驰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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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收民间兵器，没收民间兵器，没收民间兵器。有与诗书者弃世，又有焚书坑儒之事。五度巡行天下，北逐匈奴，南征百越。于始皇三十七年前两百一十，死于巡游途中。年前两百一十，始皇出生在战国时代。年前两百一十，死于巡游途中。年前两百一十，死于巡游途中。年前两百一十，死于巡游途中。西域的秦国就是七雄之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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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秦始皇出生前，正值曾祖父秦昭王在位。秦昭王采取范雎远交进攻的兼并方针，大力进攻与秦土毗连的韩、魏二国，与赵国达成联盟。按惯例，秦赵成盟之后，秦始皇的父亲一人被送到赵国做人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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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秦昭王的孙子，太子安国君的儿子。安国君名著，妻妾很多，有子二十余人，一人排行居中。一人的母亲名夏姬，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，一人自身又非长子，所以被作为质子发送赵都韩，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寒酸公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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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做投机生意发了财的人，叫吕不韦，准备在一人身上大大的做一把政治投机生意。他往来各回都是，对各国政局都很熟悉。对秦国，他知道一人不得志，而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公韦的内幕更是了如指掌。对秦国太子公韦的内幕更是了如指掌。一，对秦国太子公韦的内幕更是了如指掌。一，对秦国太子公韦的内幕更是了如指掌。得到王位，华阳夫人扶持一人得到王位，广交宾客。广交宾客。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，又让一人改名为子楚，以向华阳夫人示好。然后吕不韦另拿山五零零金选购珍奇玩物，把山五零零金自己带上西游秦国。山五零零金选购珍奇玩物，没有直接。山五零零金选购珍奇玩物，而山五零零金选购珍奇玩物。吕不韦巧舌如簧，姐姐滔滔不绝地对他说起了子楚的贤惠和聪明。吕不韦巧舌如簧，姐姐吕不韦巧舌如簧，姐姐吕不韦巧舌如簧。他身居一员，打抱负的青年，日夜思念安国君和华阳，打抱负的青年，他身居一员，打抱负的青年，他身居一员，打抱负的青年，他身居一员。何问后转成华阳。华阳夫人听了姐的转述，又见到子楚给子楚的礼物，何问后转成华阳夫人子楚的礼物，何问后转成华阳夫人子楚的礼物，何问后转成华阳夫人子楚开始有了好感，对子楚开始有了好感。华阳夫人劝他趁的宠时早定主张，的宠时早定主张，的宠时早定主张。
的宠食早定主张的宠食早定主张选择一位贤孝者作为自己的儿子，把他正式立为继承人，并说当今诸子中子楚最为贤孝，他自愿依附夫人，若把他扶持为继承人，自愿依附夫人就可终身在秦国得宠；自愿依附夫人，若把他扶持为继承人，自愿依附夫人；若把他扶持为继承人，自愿依附夫人；若把他扶持为继承人，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症结；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症结；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症结。夫人的请求，并与华阳夫人克服为信，约定立子楚为合法继承人，不违信；接着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四处送去大笔钱财，并承认不违信；约定立子楚为合法继承人，不违信；作为师长扶助子楚，作为师长扶助子楚，作为师长扶助子楚。从此子楚名声日成，誉满诸侯。吕不韦为子楚取得王位继承权后，就返回韩，终日与子楚饮酒作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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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广泛结交天下豪杰，专等秦国王位轮到子楚来做，好一展宏图。此时他还为子楚找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美貌姑娘同居，史称赵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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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昭王48年前2519正月间，赵姬生下一子，就是嬴政。因他生于赵都韩，故以赵氏为姓，又因正月出生，故起名为政，一作政。后来赵政归秦，故起名为政，他才从秦姓，更为嬴政。因正月出生，故起名为政，一作政。因正月出生，故起名为政，一作政。因正月出生，故起名为政，一作政。秦昭王48年前赵国置的萧何之和，兵戈向后赵国置的萧何之和，兵戈向后赵国置的萧何之和，兵戈向后赵国置的萧何。穷极之中，赵国打算杀死王甘指挥，了解一点对秦的痛恨。韩威在旦夕，得到消息，王甘指挥重兵发起强攻。韩威在旦夕，王甘指挥重兵发起强攻。韩威在旦夕，王甘指挥重兵发起强攻。韩威在旦夕，向防守官吏行贿600金。向防守官吏行贿600金。在娘家的深密掩藏下，躲过杀身。秦昭王56年前25，躲过杀身。太子安国君继位，庶掩藏下，躲过杀身。华阳夫人为王后，下来庶掩藏下，躲过。过杀身大难，存活下来；闭眼藏下，躲过杀身大难，存活下来。嬴政从生地韩来到秦国，听母子送归秦国。9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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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嬴政从生地韩来到秦国。秦孝文王在位时间甚短，他先服丧一年，然后正式即位，即位3天就死了。接着子楚继承王位，是为秦庄襄王。庄襄王启用吕不韦做襄国，封为文信侯，赏赐洛阳100,000户作为他的食邑。封为文信侯，赏赐洛阳100,000户作为他的食邑。封为文信侯，赏赐洛阳100,000户作为他的食邑。
封为文信侯，赏赐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。封为文信侯，赏赐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。庄襄王在位时间也很短，三年后就去世了。这样，秦庄襄王三年前十三岁的少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。王政由母亲赵太后和襄国吕不韦执掌。王政由母亲赵太后和襄国吕不韦执掌。